很開心，因為見到很多從來都見不到的歌手朋友，因為平時在家裡自己做歌很少出來見人，這個主持的角色令到我真的去回這個香港樂壇的中間去，認識很多新的面孔，知道最新的新歌，還有我們堂妹和 Oscar 和監製東他們編劇的全部都很好，可以慢慢地努力去改進的 show， 希望觀眾是喜歡的。哦，有、第一集何雁詩來的時候，陳凱琪給 comments， 他哭，何雁詩哭，那一刻我都很震撼的，其實，但其實那個環節有一個這樣的的討論和這樣的觀眾未看過，我覺得是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。炮哥和馮允謙那些我都很歷歷在目，即是都還記得，還有上個星期播完那集，我和音樂人溫應雄，那集比較好笑，我覺得即是挺輕鬆的，這些我很記得，我接受到，如果我自己有新歌，我會直接是找一些最辣 的評論員來，我會覺得我很想知道他們說什麼，因為其實我覺得 越辣越有 noise 就越幫到個歌手的新歌，因為這個年代是什麼都講 noise 的，無論是好和不好都我覺得做歌手是一定是懂得想，不是應該應付得來的。